日前，谭松韵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与天氛围照，还在线发问：“猜我最喜欢哪张？”照片中，谭松韵休闲自在，氛围感十足，雨天、胡同、红衣、绿意，在胶片的质感下更显慵懒气息。本次谭松韵发布了自己的最新照片，是15宫格，算上有5张照片是合成的，合计起来达到了20张照片。想必这也是谭松韵有史以来发布的最多的一次，能够将自己的全新写真大片一口气放出来20张，谭松韵无疑是宠粉达人了。而这20张照片也是各有意境。北京四合院里的胡同是一个城市里最有文化底蕴的地方，徜徉在小胡同里的谭松韵看上去异常开心，就像是走回家的那种感觉。明明秋雨让屋檐湿漉漉的，手持一把透明伞的谭松韵走在雨巷内，走出了时尚味，气质好好，简直就是仙女下凡吧。